一年是得去了啊，举个手势。哎，这个灰帽子的看起来很热情，这个戴眼镜的灰帽子这个，对。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牛仔很忙啊。来，这位观众，我们来合唱一下。傻了吗？就是你，别怀疑，就是你。好可爱啊！哎呦，这个你看起来很热情的啊！你是把你女朋友丢在旁边不管？麦克风给大家，麦克风给大家。哎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叫陈启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我错了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哎，陈哥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一下，就是前段时间你在金曲奖，然后桃子姐调侃你，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桃子和你要结婚了，你和我青春就是那个。哎呦我的，这个问题好像还挺特别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一月份要当，就有给自己一个承诺，是吗？就是过他自己过生日，对，36岁。哦。但是呢，我还是不会忘记你们的，对。还是会继续写歌给你们听的，对吧？好的，我要支持你的音乐。但是从第一张专辑听我的歌吗？是啊，但是我还很小。还很小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很老了，是吧？没有，你永远都没有。真的啊？是啊。我现在才20出头而已。那下面是什么歌？我想听那个《千里之外》。千里之外，好。千里之外，你会唱吗？会啊。那你会学费玉清吗？我送你离开。不唱了。等下你就唱费玉清那一段怎么样？哎呀。我本身音乐来的，唱这个不会明白。彩虹送给大家。